想要当伊处理就回去，我袂阁阻挡你，也袂阁危害你。你想要甲我留落来无？我袂阁再勉强你，因为我袂阁再伤害你啊。 无啦，我伫外口甲我同事开讲。嗯，若无代志，等你讲才去讲。嗯，你紧困。 车，还搁停伫引导的停车场。你现在要讲白茶，我得先到家啊。哦，好，再见。 志勇，志勇，我答应你的代志，我会遵守。我嘛希望你答应我的代志，你嘛遵守。 黄振东，黄振东，安怎？你阁想要创啥哟？你老实甲我讲，你想要甲怎样安怎？按照过去的经验，我讲也是毋讲，咱拢是爱歹面相看的。过去啊，看你要安怎。 今仔日我袂甲你相拍，啊，毋过是平平表示，我无关心情绪，无爱情绪。经过遐尔侪代志，我知虾米叫做爱。爱一个人，就是要爱伊的全部。真有遐尔爱你，就算我无介意你。 我嘛袂亲像以前共款，甲你排比相看。那像你讲起来，今仔日咱会当好好讲啊？希望是安尼。假使你若愿意离开真友，今仔日的结果。
一定比今嘛都较好。拄则你毋是讲过啊？爱一个人都爱伊的全部。情况即摆对我同款阁有感觉，你是安怎叫我爱离开的？因为咱伊继续爱你，伊会受到伤害。就算我爱伊，我嘛同款会甲伊阻挡。这个，咱拢是大人。男女感情的代志真歹讲，也真奥妙。我相信我的答应你嘛真清楚，我是绝对无可能答应的。你哪这么无良心啊？你是哪这良心，托情要对你艰苦？因为我敢保证，我敢来用我的心来对待情玉。虽然我并不知影讲，这个结果是啥物。这么不见效的，你也说得出嘴。不见效是你说的，我并无这种感觉。本山党算我拜托你，帮你守候。赵公，你也是拜托我，我应该是感觉真欢喜。不过这件事我无法度答应，因为你袂当拜托我讲，叫我甲我心爱人来分开，这要求我做袂到。你已经有某，你已经有荣华富贵甲真好的前途，你现在唔肯放伊煞？冯振龙，我警告你。安怎？我是唔答应你，你会对我安怎是毋是？来啊，加加小看尔嘛。我袂亲像以前同款，遐尔匆忙，用相拍来解决代志啊！即摆我甲你同款，要解决代志，我用我的智慧。一个无读册的人，哪有啥物智慧？你免急啊，无效啦！你敢知影？我拄才甲啥物人做伙啊？是你的丈人吧？阮两个做伙拍牌，做伙拍球，我拢超工，水一丝丝啊！所以即马对我印象真好。你敢知影伊叫我啥物？老师，那是论辈哦，我是比你较悬哦。假使我把你的过去拢讲讲出来，一定会伤心的。你在威胁我？我拄则毋是讲过啊？对付你这款人，爱用智慧，这就是无读书的智慧。不乖。你拄才讲袂甲我相拍，也袂甲我歹面相看。难怪你敢知影，你用啥个方法，比冤家相甲我比屁，你知无？你安尼对待真样，就无算比屁。我即马就甲你呛你，无读书的人，也是要用比屁的手段，会甲你惊死。我要请我李来，李来啊！拄则我伫楼卡拄着彭振龙，你
为什么跟伊搁相拍啊？今日的本世界哦，免靠相拍，嘛会当解决代志。你是拄仔好拄着伊，还是你来监视我？之前我打电话给你的时阵，我已经伫恁家楼卡。你甲我讲，伊伫外口，甲同事开讲。啊，不过我看到你的车，厝内底电话阁光光的，你想怎要骗我？我会惊，我惊恁两个人阁冤家相拍。我拄则讲过啊，我袂阁用相拍来解决代志啊。你敢知影？我牺牲我的事业，放心血创个约会袂去，走过来找你。谁知你骗我，害我伫个楼卡戆戆蛋。你唔是讲你袂阁冲动啊？啊，不过我即马看你的态度，你一点也无变。大细人敢真正差遮济？洪振东就有咖啡通啉啊，我连一杯滚水拢无啦。无知我之前哦，煮龙虾给你吃。是的啦，要啉咖啡无？免啦，洪振东吃剩的，我才不爱。世界，你别跟你囡仔同款好无？你拄则讲迄款话，我就想到你囡仔时代，拢二十几岁人啊，嘛做甲一间公司的总经理啊。你个性嘛小改一下啊！我唔是彭振东，话改就改，话变就当变。这二十几年，我对你的态度无变，就表示我爱你的心嘛无变，你知影无？金玉，你卖个串堂做伙好无？你的个性我太了解，上好的代志你做袂出来，阁无甘愿。可以讲，敢会好家己愈聊愈亲？到尾你的输的，你知影无？从头到尾，我无什么赢啊！就是安尼，我才会烦恼，我才会担心。你若是继续安尼，你连和彭灿都白条条啊！你让伊继续伤害。金玉，你听我口讲好。你今日随离开这间公司，莫阁甲伊见面啦！你讲也是我，所有一切我负责。啊，我干那希望你会当脱离这段痛苦的感情，重新找到家己的幸福。就算到最后，你选择的不是我，我嘛甘愿。丽玲最近好无？恁两个人感情是毋是愈来愈好啊？我若泡咖啡，伊哪敢有听？咱两个人在遮小对象，毋知要想我当时啊？灿都，我想。我去下港出差的时阵，去找伊爸爸，是先甲伊讲，阮爸爸想要请伊吃饭，看伊是要安怎讲。你要家己去？是啊。小芳啊，你也是家己去哦，你一定给伊骂啊，真歹听的啦，你也扛袂起啦。不要紧啊，伊若是骂我，我就常常骂伊就好啊。我已经讲过啊，袂用的就是袂用的啦。那呢？我去找你妈妈，你家己去找你爸爸，哪里好不？嗯，但我若讲话，我无后生啊，哪有阁啥物亲家要来请我食饭？妈，你拄则讲你无后生，但毋过你无讲你无媳妇哦。你有动作，我爸爸知影你真照顾我，想要请你食饭就用的啊。我哪有照顾你啦？
啊，咱若不是你孤儿院吼，啊是讲这老人院是西公话，你照顾你。啊，你恁爸即摆要来请我食饭，啊，讲会得过，拢无。妈，这只是譬如尔嘛，我爸知影你是啥，袂动心问你这啦。啊，你怎哩跟我提起哦？我当然嘛知影讲恁爸知影我是啥。问题伊若问我讲灿龙代志，啊，佫讲啊，恁结婚的时阵，谁人我袂去参加？那安尼，你是希望我哪回答啊？这的代志，我爸爸拢知影啊，你只要是讲着伊啊，甚至你会当伫阮爸爸面头前拍灿龙骂灿龙，我拢袂要紧啦。妈，拜托你啦，就算是为着我，你答应洪爸爸啥好无？亚芳。我知影哦，你为了灿东想尽办法叫我跟你爸爸妈妈食饭。也毋过哦，阮这散食人哦，无关系甲有钱人食饭啦。妈，你着莫为难我啦。啊，佮讲吼，我着生气哦。啊，文具也袂清，你甲我倒清清来。哎，太早。你是去探听好势袂啊？来，早天去探听好啊啦。爸，你唔通咧嫌我办代志脚手慢啦。其实我脚手慢哦，是咧打打看、打打观察咧。啊，你唔只怕伊啊？啊？啊，参照顶摆放假的代志啦。我是用偌侪心血，踮喺内底开偌侪时间咧。所以才好着将因兜的财产搬来咱兜着。你本家的财产哦，伫咧地方上甲咱平做啦。因爸早着看我真惨白，都想要甲母学倒。搞死因嘞！想袂到你为美国回来，洗甲母甲青山龙片。有影啦，你骗恁爸较凶啊！不是我凶啦，是我上了准啊！你讲你上了准，我知影你比别人搁较牵巧，你嘛比我较贤啦。来。你讲看卖，我听看卖。爸，我跟你讲，但即马红帮哦，除了要去迄个药局对咱好处以外，即马因准备要打出一间外号，把迄个利润放大。好好，等你想看卖，去一间外号，土地也无大。哦，那讲到迄土地哦，真大了。啊，万不利，拄好搁起点市中心，够起啦。你咧爱讲笑，起点咧市中心，呾心细种都要咧头壳拍，伊讲起点咧市中心。我甲你保证啦，呾迄个心细种哦，绝对袂头壳拍伊啦。伊甲咱共款，爱钱。哈哈哈！哈，甲咱同款爱情。你即马的意思是，你要去说服，叫伊甲你好好用地，甲改做商业区，然后咱落去起厝。然后咧，赚大钱。赚大钱！有老公就是赚大钱哦，靠！恁爸实在足久无赚钱啊嘞，啊！啊，这段要赚嘞哦，等我退休啊了，啊！来来，这杯给你。哎呀，爸，啊，唔通讲遐细致的话啦，啊！啊，你着搬砖啊！哎，来，给你挂一个咪啊！噔噔噔噔，这下。哦，减肥药，哎呀，那这是减肥药，那利润真高了啊！是啊，所以从今嘛开始啊，我一定要好好甲彭赞堂合作伙。你咧爱讲笑，人彭赞堂都甲你洗脑啊！你要甲伊合作伙，切！洗脑甭洗脑啦，但今嘛，我就爱 say yes。我到底是不是应该回去一撮，就饭再添，来讲着量食饭。
一顿饭若是吃无成，对我的影响一定真大。暗过转去，是要安怎甲伊讲呢？就算讲我即摆叫伊一百谢爸爸，伊嘛是不可能答应我。我是要安怎？我到底是要安怎？哎呦，惨痛！你真足无意思的呐！啊，昨天的酒店无顾食，来做你做。这是我的办公室，你咪讲些有诶袂好。海生，哎对了，啊，昨到底是安怎啊？啊，来向我来选去啊！我临时有代志啊。好。遐拄好哦，哈！欠钱又挣啊较早尔，你后脚缀咧行。那你是咧讲啥物啦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哦，到即摆你甲钱又关系变到安尼，恁竟然阁有法度踮咧共公司咧上班，我佩服。我感觉阁有其他代志，我若是无，车先转去啊。较等下啦，啊！重要代志你还袂讲，你要赶我出去啊，哈！我今仔来哦，是要报些大条来你谈。来，你看卖啊，这个药啊是袂用赚大钱，嗯。来，这个减肥药的配方也够成分，我甲你讲。这个减肥药啊，是即马澳洲上新的药啊啦。我为着这个配方哦，我是用偌济工才摕到的，嗯。啊你咧，有你做医生的权威，啊我咧，有病代表权的，只要咱两个合作，我给你保证，绝对赚大钱。上个重要是，以后我报给恁红班介绍。我绝对会先留你十八给你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要叫我内心通外鬼？看我家己厝内的事是不是？哎，惨了！话唔通讲我遐尼歹听啦。但你也唔是我，也唔是鬼啊。较歹斗的哈。即摆听外口做生意，敢有人无去提高米箱？就算你跟我拍死哦，我也唔相信。那是安尼哦，你的减肥药先摕去卫生所做检查，效果、成分也是拢合格，我一定跟你合作。是啊，先摕去卫生所检查。嗯。怎么啊？你敢知影？这药若想去摕检查，要经过偌侪时间啊？而且万不利，这个配方也流出去，别人摕去先做，啊，咱是要赚啥？啊？讲啦，你只要这个配方哦，凊彩做做的，啊，趁这个时机哦，咱就将这药啊撒出去卖，安尼才会赚钱对，啊？我讲不赢就是不赢的啦，一切拢要照顾起来。我真不懂啊，你这样的个性，咱都袂。你有什么期待啊？好，是无什么期待啦。哇哦！实在有够佩服恁张阿爸的，啊！拢已经知影讲，你的精力分册踮咧公司咧上班啊，我发到吞论。啊，若换做是我哦，我早就已经跳起来啊！吴天楚，你这是卑鄙的小人！那是讲好佳哉啦，阮张人对我还阁算真好，而且，就像你拄仔所讲的。伊非常有量啊，所以廖经理甲我伫咧公司才当生存啦。而且阮两个过当愈做愈好。哦，干嘛呢？嗯，老同学我知啦。咱遐尔侪年同学啊，你想要报一个大条给我谈，叫我知影。
我等你啊。 哦，对了，啊，今天要搬我几多？我去甲看看。就今天请假都还无来呢。哦，啊都好。嗯。好吧，啊无啊，我连工才来甲你拜访哈。到第一段呢，搁哪有签名条给出来？ 拄则吴天厝的条件，利润开始真大，这条钱也赚起来，一世人拢吃不了。吴天厝，你到底是我的对头，还是我的温情人？ 我看吴天厝，我哪不想报警了？我看要找饭菜店回来吃饭，就靠扑克到三工。 不免啦，我家己捡着好啊。一个大头家，跍伫涂骹顶，我叫唔住，有实力的新妇，我想当袂起。阿姊啊，阿姊，敢着一定爱安尼讲话？若无是变安怎讲？你娶有一人的查某囝，都是看袂起砖骹人，看袂起阮规家伙啊。我会当做讲无你这个小弟。阿姊我。 阿姊，我知影我真自私，啊，不过老师、情友，啊，我妈妈，拢总原谅我，你是不是嘛？咱原谅我？我唔信。阿姊，假如你也真正唔信，你当打电话问因啊。实在你安那讲啦？ 就算已经原谅你，甲我嘛无啥物关系啊。非得我早都无认为讲，我阁有你这个小弟。阿姊，你咪安尼讲好无？我看安怎讲，我嘛是本家的子孙啊。你即摆承认讲你是本家的子孙，有啥物路用？伤害拢已经造成啊。你即边转来，是毋是阁有啥物问题啊？ 我受不了。我以为果然无唔对。阿姊，你听我一回讲了好不？自从阿妈过身了后，我才真正感觉着讲，亲情的可贵。我真后悔，对爸遮尔不好，我嘛真希望伊会当原谅我。 我这专工请假，想要请阿姊你甲我斗相共。阿哥，就算我相信你讲的这些话，爸伊可能会原谅你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希望阿姊会当甲我斗相共，替我讲一了话。我想要请咱全家伙仔食团圆饭，甲
把过去一切拢总甲放袂记。我嘛想讲，想要甲你妈妈和解，搁再叫一声爸爸，我要做永远的本家子孙。我过去真正做唔对啊，已经袂赴啊，我妈已经离家出走啊。离家出走，人走就走啊啦，讲这嘛无什么路用。探东，我刚才想要知影讲，你到底是不是真心想要做本家的子孙？到底是不是真正悔改，想要求爸原谅你？阿姐，其实你敢知影？我嘛是有伫想讲，想要叫爸爸来跟我大做伙。真实嘞。啊，不过你之前把咱兜母干的路给煞退，我实在不知影讲，爸伊敢会原谅你？我听你安尼讲，看来是真正想要悔改啊！只要你会当阁予本家重新阁再徛起，你阿姊安那做，安那配合你拢会用。好啦，我即摆先带你转去，替你甲爸讲看卖啊，求伊原谅你。多谢阿姊。我等啦。一世人无想要搁再踏入来这间厝，想要到命运创治，偏偏拢是伫个尚未尽关的时阵，才搁再踏入来。我叫啊，你哪又搁倒转来？你转来啊，爸爸是真欢喜啦。哎呀，不过哦，你安尼等。什么人，让你踏入来本家啊？爸，是我啦。爸，我头拄啊在外口拄着灿东啦，伊就甲我讲，伊酒醉，伊心心是欲要悔改，所以。请爸好一个机会。爸，其实阿妈过身，予灿东的打击嘛真大。灿东，伊是专工转来，希望讲爸会当原谅伊，会当去台北，予伊请，予咱会当一家团圆啦。我知影我唔对啊，我会改。你即卖是伫甲谁讲话啊？是爸爸，还是本先生？爸，哪里啦？好好讲嘛是一句话啊，敢有需要安尼？我唔是不爱讲好听话啦，也唔过，你看伊太多啦，敢有亲像要忏悔啊？有啊，爸，头拄灿东伊就讲，伊承认是伊的唔对啊。哼，哪呢？就打你门到今嘛，伊敢有叫一声爸爸？啊？啊那无啊，叫一声本先是嘛用的啦。爸，你血压高，唔好安尼啦吼。灿东，你到底要甲爸回信的无？我知影是我也唔对，我会改。我袂阁再伤害你，我嘛袂阁再让你失望。这两天啊，咱等下下讲啊，我一定好好甲你办一桌。先生，
你不要这样，不用生气，这无你的代志啊，你个等去。爸，你卖遐命啊！骗笑的，我互你骗一摆就用的啦，我袂互你骗第二摆啦。爸，无叫我，你讲，你习惯啦，骗人骗惯死啊啦，你用人啊，你用惯死啊啦，你卖互骗去啦。我是当时骗你。你不是一直想要参加我的婚礼，我嘛互你主持我的婚礼啊，只不过结果嘞，啊？婚礼结束了，你甲我讲啥？讲互伊听，讲啊！迄个时阵，我是真心想要请你参加我的婚礼，只是因为迄个。破啦！迄天我安尼欢欢喜喜哦，去参加伊的婚礼呢？你敢知影婚礼结束了啊？ 你甲讲啥？啊！本先生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会用个转去？哦，本先生，你竟然讲迄款话，你敢知影？你拄仔安尼讲，白叔都甲我送你个万丈青鸡共款，你是要甲我活活刣死哦？灿东，爸讲的，敢是真实的？ 阿姐，迄个时阵，我毋是听讲变来讲的，是因为你妈妈拄是安尼啦。我才会切心啦，你若无介规矩哦，你会用个卖互伊去参加你的婚礼啊？你若无介规矩哦，你会用个怪走啊？我呢？啊？我也是你亲生的老爸呢。你竟然对我讲迄款话，你干脆，你爸，你莫生气啦，莫遐尼激动啦，爸。 啊，这个啦，蔡董，我真正想袂到，你连爸你也敢利用。利用，骗人骗惯死啊！利用人啊，利用惯死啊！爸母、兄弟姊妹，无一个人无互利用的啦，无一个人无骗的啦。哪里哦？ 你迄落败掉，分家三代三产都不了，我也惊哦。我较可恶，我较自然清醒啦。好啦，爸，莫生气啦。甲赶出去，即摆就甲赶出去啦。灿东，你受听着无？紧出去啦。阿姊，你莫安尼好无？我是真心诚意想要请我爸去台北食饭啦。你莫阁讲遐个啦。爸，你莫安尼啦，爸，你莫安尼激动啦。灿东。 你不是医生，今天给爸看脉气啦。爸，你别哭啊！你别哭啊！爸，你安尼啦。爸，你先呐，你不要紧无？爸，应该是可以阿袂药啊，紧摕回家。爸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 叶辉啊，那是红哥养起来啊！啊！你们，我有这些精神。本山道，你想要创啥？你想要把你阿爸烧去啊？又搞黑啊！为啥想到这个？你知影无？我是真心等下想要请伊食饭的啦，是家己要去家己，家己要家己火啊，气到这样悬，敢我是有什么地带啊？够想笑话啊！ 你是讲想笑话啊？啊！是想笑话？敢放开！我是真心要请爸爸食饭的，你唔相信不要紧，啊，我请你想看卖啊！你唔相信，是不想我嫁你的人，我无话通我讲。但不今仔日，我敢有讲袂出，我敢有做你个伤害你的代志，你凭什么安尼对待我？你凭什么安尼对待我？哎，该讲遐济啦。 甲赶出去，甲赶出去，甲搬出去啦！我赞同，有听到无？厝内底无一个人怀疑你，你走，你随家走。阿姊，我知影伫遐这间厝内，只有你上疼我。敢讲你也认为讲，我是这样无诚意，是不是？
拜来我伫电话等你，希望你找爸爸来。出去，你出去啊！爸，你不要紧无？伊唔是我的后生啦，伊根本是要来摕我的一条老命的啦。爸，莫阁讲啊！这阿辉来咧休困啦。爸，来，阿辉来咧休困。谢谢。姐，本身人是来要创啥？你明明知影爸有狗血啊，袂当想着切记，你想到要让伊入来？伊就甲我讲，伊要请爸食饭，我哪知伊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啦？请爸食饭，伊无代无志，想到要叫爸食饭啊？伊就讲，什么一家伙好好的团圆饭啊？你让伊骗去啊啦？代志无遐尔简单啦。一定是遇到事情，无法度解决，才来骗咱。世杰，你怎较早来？我得下班啦。真有我问你啊，本村人是安那雄雄，要请阮爸家己丈人妈食饭。你问我，我唔上啊。真有，敢讲咱两个到今嘛？爱搁伫遐骗来骗去，我唔知影你是不是原谅灿东啊？虽然我感觉你已经原谅伊啊。